嘿，吃午饭的小姨妈来喽！今天我儿子给我做了一个迷你型的小爆浆，他说一定要让我做出那种小矮人王国的感觉来，那我们就来尝试一个。今天我想双管齐下，快一起来竞争一下！我的天哪，充分展示了我的牙口，不要撒！三二一，走！哇，没想到我还有这技术，居然没有歪。双管齐下的感觉太爽了吧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奶油韵吗？哇塞，我的目光都呆滞了呢。我们一起留在这儿。哒哒哒哒，哇哦，这太好看了吧，奶油玉，有没有发现，有没有一种奶油玉的感觉？这里差一点，哦，穿好了，补回来。小姨妈可真会玩，哈哈。哇哦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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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我的天哪，我喜欢呀，是喜欢蓝色多一点还是喜欢黄色多一点呢？关注我，下个视频我们一起来剥开吃呢。